fis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's permission to discharge nuclear wastewater. I will give them some practices. 这位名叫铁头的大陆网红，六月一号凌晨在日本靖国神社拍影片，只见他爬上入口处，在刻有靖国神社的石柱旁小便，接着用红漆喷上英文的厕所字眼，此举挑衅意味浓厚，引发日本社会哗然。靖国神社的石柱前围起蓝色塑胶布，庙方赶紧派人用高压水柱清洗红色字体。日媒报道，日本警方接获报案后，发现协助拍摄的同伙可能旅居日本，正朝破坏财产、预谋犯罪的方向侦办。至于这名网红，在犯案后约五个小时便离开日本，从上海入境。大家好，已经顺利回国了。消息一出，许多大陆民众拍手叫好，因为靖国神社供奉的日本军人，还包括了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，长期以来备受争议。大陆外交部除了呼吁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，理性表达诉求外，也不忘提醒国际社会靖国神社的争议点。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，日方应当切实信守并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。这位来自浙江的网红，抖音账号粉丝500多万人，自称铁头，惩恶扬善，不过曾被举报涉黄涉赌，本身也争议不断。这次以抗议日本排放核污水为名博取不少流量，却也让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的嫌隙再添一桩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